杨柳，大家早，大家好。你给我们一分钟，国道公路警察局给你一路顺畅。反诈宣导开始喽。手机很容易收到简讯说，恭喜你中奖了。通常他还会很贴心的附上连结，要你点进去跟着他的步骤 ，ATM 前面去操作办理退费。过程中还会一再的，要你重复操作。你操作到第87次才觉得怪怪的时候，就已经你已经被骗了。所以我们防止诈骗最重要的就是不起贪念，求证165。心不变，希望能够再一次的宣导，降低我们民众被诈骗的机会。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这一场活动能够让10位民众减少诈骗的话，那我们就非常谢谢谢谢耶、恭喜你中奖了，中了10万元大奖。那通常他还会很贴心的附上连结，要你点进去跟着他的步骤去注意听我的题目哦，停在路肩不是停在主线哦，停在路肩的话你可以停几个小时，知道答案的请举手。恭喜这位朋友，请问多久？一个小时，答对了。谢谢谢谢耶、未来三十年了，可以要拍照的几了，进来进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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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